当面对困难时，你有想要怎么办吗？有想到佛菩萨吗？就如一位母亲，她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孩子，担心他，想帮助他解决难题。佛菩萨也是一样的，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样帮助众生，利益众生。只要我们从内心虔诚地祈求，定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。我们要相信他，对他有信心，这很重要。佛菩萨的心都是一直沿着众生，没有一秒钟不沿着众生，没想着众生的。只要我们诚心的祈求，定会得到佛菩萨的摄护加持，佛菩萨定会给予我们力量与智慧。